五区路已停，该射门投进。这次比赛进到第44分钟的时候，黎兵又获得了一次这样的机会。这位上个赛季不入九球的老将，这样一脚惊扰绝伦的倒钩射门，让陕西国力全取三分的希望再次燃烧。穆勒，你起吧。19号马麦罗透过对方后卫的防守以后起脚传中，30号黎兵在背对球门的情况下以一记漂亮的倒挂进攻再次攻破了对方的球局，可谓技惊四座。这时候中国队门前是准备了抢点了，相当迅速，5分35秒。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一下，突然变速射门，守门员挡出，黎兵位置已经过了，用脚把球勾回来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现在中国队奥运